那采食这段时间呢，我们有两种配方，一种呢就是颗粒料，颗粒料它是自己采食，然后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自己的配料，然后它这个配方主要好处就是啥，可以增加它的维生素，这样它羔羊的这个适口性比较增强，采食量比较增高，增重也加快。我们后面呢是自动降温消毒系统，还有呢是这个自动的挂粪系统，自动饮水，然后我们这个后面这边呢是卷帘，也是自动的。